受菩提记第四十四，北京净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无量受经科判，为本品内容为法师不退得计为劝，其意为能演说本经者性行不退，即得受计，以此普劝法师以及大众也。此老之判。 契合经旨，本品文出名说法得利，中断名不闻退转，并劝为他演说；末端受菩提记。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，当有众生执诸善本，以成供养无量诸佛，有比如来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 摄取受持，当获广大一切自治，于彼法中广大圣解，获大欢喜。广为他说：常要修行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，皆获善利。汝等应当安住无疑。众诸善本应常修习。 是无一智，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。正法灭时，一代佛化立正法、相法、末法之三时。嘉祥法华艺术五曰：佛虽去世，法仪未改，为正法时。佛去世久，道化俄替，为相法时，转复为末。 为末法师。所云正者正也，相者是也，末者为也。有青龙人王经述三曰：有教有行，有德果正，名为正法；有教有行而无果正，名为相法；唯有其教无行无正，名为末法。 至于正相末所经历之年数，诸经之说不一。古德多采正法五百年、相法一千年、末法一万年之说。说末法为一万年者，如大悲经，故知佛法注释尚约有九千年也。正法灭时，广指相法与末法。 当前正是末法之时，此时之众生善根逊前，但其中必仍有过去生中广修功德、当前供佛念佛之人。故云：植诸善本，以成供养无量诸佛众生者，弥陀要解位，等觉已还，皆可名众生。 是以众生中，尚可有等觉大事，下则六趣凡夫，我等皆在其中。如是众生，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，念佛修善，故蒙彼如来威神加倍，乃于现世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是以我才遇此法门，应生庆幸。 切莫错过，吾当摄取受食，则可获广大一切自治。摄取者往生论位，极乐医正一切庄严功德成就。略说入以法具故，以法具者为清净句，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。 有弥陀要解曰：一一庄严，全体理性。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，入以法具，从事达理，即事而真。地心万德庄严，直入一句名号之中，净念相继，是为摄取之意也。该弥陀名号。 正是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，法身功德不可思议，故名号功德亦复不可思议。受持者，受者信受，依教奉行也。本经之中，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中者，修行要境，依此而修，使名为受。 使者执持名号与持诵本经也。十地菩萨不离念佛，此一句佛号为佛与佛，乃能救尽，是以等觉大事以不离念佛。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。要解云：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。 临峰大师此言，真得十方如来之谁实应尽未来际顶礼膜拜此一句也。念佛时，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，是故当获广大一切智智。与我俱福凡夫，亦非分外。 一切智智是佛智之名，同于一切智，但以一切智有时指佛智，如《法华经》化成品曰：“为佛一切智，当发大精进。”又《制度论》云：“是故如来名一切智，但有时又指声闻缘觉之智。”如《制度论》又云。 后品中，佛说一切智是生闻辟之佛事，是则谓一切智为二圣智矣，故未别于彼一切智，乃以一切智智专指佛智。大日经书一曰：“梵云萨婆若那，即是一切智，今谓一切智智，即是智中之智,智也。” 又一切智智如实了之，名为一切智者。又又为此智，菩提心为因，大悲为根，方便为究竟。菩提心为因者，为行者如实之自心也。大悲为根者，为行者发悲愿，拔众生之苦，予以乐也。 方便为就近者，为一切自治之果，即以利他之行而明之也。又人王经曰：自信清净，明本觉性，即是诸佛一切自治。由上之经文可见，今日能闻能信此为妙净土法门之人。 皆由过去生中已曾供养诸佛，广修众善，忆佛念佛，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倍。故今始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此净土法门广施万法，普收众类，故云广大。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。 当得一切智智，即是得佛智，如实了之，自心本来清净。于彼法中，广大圣解，获大欢喜，广为他说，常要修行。以上经文截取唐意。盖为若人能于尽中妙法得广大圣解，了达尽中，是心作佛。 是心是佛，心佛不二，念佛即佛之原旨，则必能欢喜信受，常要修习，复以此广劝他人也。广为他说，下浮云为他演说。本品莫云：专心信受，持诵说行，是皆普劝，演说弘扬本经。 与净土法门，今者正是流通分，故劝演说以广流通。如愿力宏生品云：转相教授，转相度脱，如是辗转，不可复计故知要为人说，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生愿海。 方是知恩报恩之正行，妙法流通，正福如来本愿。是故《法华经》法师品曰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与法华经》乃至一句受持读诵、解说书写，种种供养经卷。” 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，因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。当知此人是大菩萨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又曰：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灭度后，能窃为一人说法华经，乃之一句。 当知是人是如来使，如来所遣，行如来事，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。又曰：当知如来灭后，其能书持、读诵、供养、为他人说者，如来则为一一复之；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。 世人有大信力、及志愿力、诸善根力，当知世人与如来共述，则为如来手摩其头。由上可证，演说法华功德无尽，而本经正是法华密随，如弥陀要解曰：“当来经法灭尽，特留此经及本经。” 闻见独留此精品，注释百年，广度寒士。阿茄陀药，万病总持，绝代圆融，不可思议。华严奥藏，法华密随，一切诸佛之心要，菩萨万恨之师难，皆不出于此矣。 故知演说本经者之功德不可思议，以必为诸佛之所护念也。夏云：常要修行，欲说法者，应心口一如，言行一致。自不修习，何能劝人修习？夏复普劝：断疑生性，若欲说法利人，则自身手须断尽先疑。 经曰，凡求是法，皆获善利，故应安住无疑，老实持念，勿生疑惑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是为诸善之本，当奉为纲中，安住如是法中，应常修习，使无一滞。盖疑根未断，即是罪根。 欲断疑根，用之方便；疑惑不断，只因慧心不朗。慧心不朗者，只以山垢障身。具安乐集念佛三昧，能除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贪嗔痴一切诸障，垢去名生，则无一质矣。如是则不堕于诸天。 二圣谢曼国边地宜城，如是等等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，珍宝玉彼中之乐，牢狱狱未得就近解脱而不自在也。有安乐集曰：聪明易耳，但能专治相续不断，定生佛前。 今劝后代学者，若欲会其二谛，但知念念不可得，即是智慧门；而能信念相续不断，即是功德门。是故经云：“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。”若使学者未能破相，但能一向专制，无不往生，不须已也。 道错大师此言，剖开诸佛秘藏，直显净中心随。但能信受奉行，一向专制，老实念去，众为离相，决定往生净土。一向专制，凡夫能行，离相乃菩萨境界。《金刚经》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 实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也。尽中妙用，实为方便中之方便。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一门。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，于须臾顷为他演说，劝令听闻，不生忧恼，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及佛功德，于无上道终不退转。世尊复举诸大威德菩萨，因未闻此法而退转菩提。 明显流通此经之要，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乃能生佛法广大一门之大事。一门对下句中之此法而言，此法者净土法门也。一门者净土以外，其余种种法门也。经云。 涅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。是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尽中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，但以未闻此法故，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何以故？以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故。 若不听闻修习，难于就近自觉故。再者，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、敬中之敬。若不闻之此法，则难于普度有情、速脱生死，以圆满利他之行故。于自身，则跋涉于艰险之途；于众生，则导引于坑坎之路。 为其如来方便难入一圣怨海，是故将有一亿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也。世尊欲令一切凡圣悉闻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，劝令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信受奉行。 不能流通，虽仅于须臾之情，为他演说，圈人听闻是经，使之不生忧恼。如是说法，乃至自心精进，昼夜思维比差及佛功德。如是之人，于无上道终不退转。彼人临终。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亦能超过生彼国土。世人已曾直过去佛，受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同所称赞。是故应当专心信受，持诵说行。彼人即指于此经典为他演说之人。 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指劫火。成劫之后为助劫，助劫之后有坏劫，坏劫之末有火风水三灾。此火灾亦称劫火。人王金曰：劫火动然，大千俱坏。 有巨色论曰：“风吹猛焰，烧上天宫，乃至梵宫，无一灰烬。”佛记彼人于临终时，众十尺三千大千世界皆被劫火所烧，彼人亦能从中超出，往生极乐国土。彼人以持说世今之功德力及十方如来。 威神加倍力，故于此界虽是劫火动然，大千俱坏，人能安稳自在，从容往生。如普贤行愿品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 佛父即曰：“世人已成直过去佛受菩提记，佛为印证，如是之人，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记，皆当作佛，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。幕后普劝大众专心信受，持诵说,说行。” 兼注云：专心，谓心专一，不杂于念也。持诵，受持读诵也。说行，为如今而说，依教奉行也。